小白麦，咱们今天来玩一个上帝与平民的游戏。上帝与平民，那肯定不能下，我选上帝。那怎么行啊？咱们用投骰子来决定，这样才公平。我正。佳姐，你这手气也不行啊，才两点，我怎么治都不会比你低。你别搞我，求你了。Hello。哇呼呼呼，小白麦。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去做我的上帝喽！哇塞，作为上帝就是不一样，啥能力都有，简直太酷了！灾难、天气、生物、物资，看看怎么整表妹好。耶，我这算是变成平民了，有本秘方，打开来瞅瞅。原来是这样，只需要集齐这几种材料，我也可以变成上帝，还能创造村民。看来我才是名副其实的上帝呀、啊！了解那家伙肯定连造人的能力都没有。哼，表妹不知道在下面得意什么，这平民的快乐我是不懂了，还是先体验一下上帝的能力吧。来个改变天气，直接变成天寒地冻，怎么样小表妹？我可是随随便便就能够掌控世间万物的上帝，你服不服呀？啊，我怎么冻成冰块了？冷死我了！臭表姐，迟早有一天我会跑到上面去的。还嘴硬呢？我看你这是精力太少了，平民嘛就应该多经历点磨难。开启任务模式。不是，谁家开始经历磨难是打 boss 的？我太难了，救我救我救我！我这平民也太难了吧！表姐，你把我整死了就没有子民了，你就要失去你可爱的小表妹了。哎呀，看你这么可怜，我就给你开扇窗吧。不过直接给你武器是不可能的，就给你物资空投吧。捡到好的坏的就看你自己运气了。小飞棍来呢，这还差不多，我瞅瞅里面都有些啥。哟，已经爆神器了，看我把这个上帝给砍下来。想法那里需要恩将仇报，看来不让你看看我上帝的真正实力，你是不死心的呀。哼，管你是上不上帝的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众生平等。来了老弟。我勒个去，这算哪门子上帝，简直就是恶魔。看来小表妹你还是不知道我的厉害，我再给你加点难度。打他！小姐，我错了我错了，刚刚和你闹着玩的，快把这些技能弄回去吧，打我太疼了。看你还有悔改的态度，那我就多给你下几个空投吧。不过这些祭司啊也是锻炼你的方法之一，就不收回去了哈。我捡我捡。Few inches later， 看我这次把地女去磨一点拿下。我是上帝派过来的，有上帝的保护，我绝对不可能死。我信你个鬼！原来上帝的话都是骗人的。太好了，不仅掉了羽毛面具，还有冰块，现在可以合成神之药了。五万五万五万！收集好材料后，咱们躲房子里面合成。合成神之药了。接下来看我趁表姐不注意，直接来个蒙拳错位下去。上帝了，下去吧你！偷袭！不是你啥时候跑上去的？居然还敢踢上帝下来？你活腻歪了是吧？表姐，你现在是哪门子上帝呀、啊？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六年刚刚欺负我，现在要遭殃了吧？你啥玩意？禁止复活？好像这祭司都不认前主人呐、啊！